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到南投县的望美教会，感谢主，这么漂亮的会堂。我们是来自台湾南部的前镇教会，长经团契来这边访问。正耶稣教会南投县望美教会，哈利路亚。我进来二楼大会堂，你们有看过这样讲台透明的一个讲台吗？这个好像在高雄市前镇教会的讲台的环境，从右侧、从左侧看起来都是一样，那么漂亮。往前面慢慢的看，慢慢的看。慢慢的看，讲桌、讲台，太漂亮了，透明玻璃。从这里看，也是那么漂亮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么漂亮的环境。现在所看到的山就是义山，实在太美了，越照越喜欢它。望美教会，看清楚哦，廖弟兄，你说什么？瓦萨比要放你烤肉可以？哦，好好。再上三次。瓦萨比放烤肉，那沙西米呢？等一下，哇！你们杀什么？我们离港口比较远，等一下烤肉。山猪，到了山上就山猪肉。哎，一次再一次欣赏我们望美教会，我真的喜欢他们，真的喜欢这个会堂，真的喜欢这个设计，太漂亮，太漂亮。感谢主，真的来看这个地方好舒服了，真的讲台后面这么漂亮，我们可以到后面去看一看吗？后面看，我们来到后面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慢慢的欣赏，慢慢的看。这个地方就是义山，义山，玉山。
我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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